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龟 TV 啊，我是大王。那吉他录音呢，是一个困扰不少同学的问题。练了很久的曲子，想制作成视频或者是音频，发布到网上，或者呢，只是想自己记录一下。但是啊，不知道音频的录制和后期方法，找录音棚的话，又得花额外的钱。怎么样，说的是你吗？所以呢，本期视频我会告诉你，如何自己一个人以一个非常低的成本完成吉他的音频录制和后期工作，并且接下来的方法呢，还会有助于你日常的练琴哦。那接下来呢，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硬件的搭配；第二，软件的使用；以及第三，实际录音的效果。好，那我们马上开始。首先呢是硬件的搭配，我们需要准备一支麦克风。这里我使用的是博雅的 PM500 的 USB 电容麦克风，也就是说可以省去买声卡的钱，直接插在电脑上或者是手机上就可以完成录音了。不到500元的价格算是比较亲民的。当然了，你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比如 Blue 的雪怪，也是一支优质的 USB 电容麦克风，可供选择的收音模式会更多，不过价格呢也比较高，要1000出头了。这里呢你就根据自己的钱包情况来选择就好。二，一台电脑、笔记本、台式机都是可以的，你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就好。那我呢用的是2013年版本的 MacBook， 用了8年了，说真的非常的卡，但录音剪视频还凑合。三，一副有线耳机。那这里你要注意啊，如果你使用的是无线耳机的话，录音的过程中呢会产生监听信号的延迟，也就是电脑的输出信号和麦克风的输入信号在实质上会差很多，所以呢有线耳机会更好。那我个人用的是 AKG 的 KR40S， 400多元搞定一个监听耳机还是比较划算的。我可没有钱了，那你去摸鱼上收一个不行吗？我还是没有钱了。那你平时听歌用的耳机总有吧？没有。OK， 那么麦克风接到电脑上，打开麦克风，调整为心情收音模式，插上耳机，先进入电脑软件的部分。那首先呢，我们需要配置一下声卡驱动，因为像我现在在使用的博雅 PM500 以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 USB 电容麦克风，电脑呢会默认使用麦克风的监听功能来输出声音，在听到电脑软件本身的监听信号的同时，还能听到麦克风监听的声音，这可真的挺反人类的。那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只保留电脑软件的监听信号呢？那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虚拟的声卡驱动。那在 Mac 系统里，就是使用音频 MIDI 设置，创建一个麦克风输入内建输出的组合。这个方法呢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网上可搜不到哦。那 Windows 系统的话，因为我没有电脑可以演示，我记得会简单一点啦，大家可以自己搜索一下。当然如果有知道的同学，欢迎在评论区给我补充哦。然后呢到了录音软件的部分，这里呢我使用的是 Cubase， 那可供选择的软件是有很多种的，具体要怎么选呢？我建议你选身边的人用的多的软件，这样呢遇到问题的话也容易找到身边的人解答。 OK， 那我们打开 Cubase， 建立一个新的工程，在工作室设置里选择我们上一步设置好的声卡驱动，确认一下输入和输出都处于激活的状态，添加一个空白的音频轨道，这个时候呢你打开监听按钮就可以听得到麦克风的输入信号了。再别康桥徐志摩。那如果觉得麦克风的声音太小的话，也可以把麦克风上的增益旋钮多转一点点。再别康桥徐志摩。 OK， 那接下来是效果器的部分。那木吉他录音啊所需要的效果器种类呢其实并不多，最关键的关键就是混响效果器。那我个人用的呢是 Rem 雪球混响，所使用的参数如下，大家可以截图参考。那弹快歌的时候呢 Mix 拉小一点，弹慢歌的时候呢 Mix 拉大一点。那除了在使用混响效果器外呢，我还会使用一个压缩效果器，控制一下信号输入的动态范围。那关于压缩效果器的工作原理， Sky 天星老师出过这两期视频，如果你想研究一下的话，推荐呢去看一下哦，这里呢我就不详细说了。那么我所使用的这款压缩呢是 Waves 插件包里的，叫做 L3LL Ultra Mixmaster， 操作方式呢很简单，只需要调整最左侧的 Threshold， 也就是阀门值，一般我呢会调到10就可以了。至于以上提到的这些效果器插件包的下载，大家呢可以去某宝或者是网络上搜索一下哦。 OK， 那在配置好以后就可以开始录音了，激活轨道录音功能，点击录音按钮就可以开始录音了。不仅如此了，日常的练琴啊也可以这么做，打开监听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使用这个方式来练琴，你的手上所弹出的所有细节和音色都会被软件给放大，那这会无形中提高你对细节的把控，对日常的练琴真的很有帮助。 OK， 那看到这里啊，我得恭喜你，你已经知道了如何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了。第一次做的话确实会有点繁琐啦，我当初第一次啊也搞了半天，但是呢不用着急哦，基本上呢只要做好第一次，接下来呢就不用再调了。 OK， 那下面摆放好麦克风的位置，距离你的吉他的12pin大约20厘米处，同时呢记得把门窗给关关好，隔绝一下外界的噪音。当然了，如果有人装修的话，喂，小声点啦，建议等到晚上再录啦。好的，下面来听听实际录音的效果吧。感谢你看到这里，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记得点击关注。我是爱弹吉他的大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